Hello 啊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露西。今天呢，我要给你们推荐一个好东西。哎，当然不是这个了，因为马上不是要入秋了吗？天气越来越冷，他们的嘴皮不是很干吗？给你们推荐一个我准备带到剧组去的好东西，因为它非常非常滋润。像这么有光泽感的口红，如果是要保持持久，之前都会有点黏，但这个完全不黏。就是完美日记首创的仿生膜精华口红，这一次的新口红呢，是可以给我们的唇部打造一层仿生膜的，不但你用的时候能好看，还可以淡化唇纹，强韧屏障。我现在涂的这个呢是703，它是肉桂粉的颜色，只是涂了薄薄的一层啊，它显色度还是很好，会有一种自然好唇色的感觉。今天虽然是化了妆啊，但是我要是不化妆的话，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显气色的，而且很自然，它就是素颜神器。这个是707石榴红，有没有一下子人就亮起来了？里面加了石榴胜肽复合物，2周有效淡化我们的唇纹。它就是有一层膜在上面，但是它不是粘嘴的，也不会粘着牙齿，很饱满，就是很好看，一点唇纹也看不见。擦擦看看，懂的感觉吗？等于说是你既涂了口红，还做了唇膜，一举两得。你们用了就知道了，我非常喜欢这个，推荐给你们。小红书。